是我的也，我想看看一直在我身边的你，请让我摸摸你的眼。你这边是耳朵，然后这里是眼睛，这里是鼻子，然后这里是我的脸颊。听到这个活动，你有什么感觉？听到这个活动，很高兴。那你觉得这个活动好玩吗？好玩啊，喜欢的，希望可以持续。鼻子小小的是吗？好，然后两个脸，好吗？然后耳朵，然后嘴唇。好久不见，我是 Jack， 我现在已经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想起以前参加 DFC 时， Jonathan 和我的同学们帮助我很多，让我能够用手来看清每个人的长相。回想起这些事情，让我很开心，也让我从一个害羞的人变成了一个大方的人。是你们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敞开心胸，利用我的手看清这个世界，我很感谢你们愿意花这些时间让我实现了我的梦想。目前我也在准备学测，准备考大学，虽然是事情很多，但是我不会觉得累，我反而觉得很开心也很快乐。我要谢谢校长举办 DFC 这项活动，让我有了追求梦想的勇气，也希望 DFC 能够继续办下去。When I look back at myself and my friends when we were young, I realized we had the world ahead of us. We had so many ideas. We wanted to do so many things.你会困惑说你为什么每天要去学校呢？是不知道去学校到底要干嘛，每天就是念书念书。OK， 其实很简单，读书就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其实我们小时候呢，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不设限，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有可能做得到。And I think that's the beautiful thing about being kids. You have nothing to stand in your way. You have so many ideas. And so I think Design for Change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kids to go out there, have great ideas.About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DFC 是我做过了到现在为止最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 DFC 是让我们有那个就是去改变的一个动力。对，有突然热血吧，是，对，突然热血，就是有想改变的那个冲动。感受身边的问题，想象可以怎么解决，然后真的去做，最后面把故事跟所有的人分享。你就是改变世界的人。其实小朋友好像不只是只有带他出去吃喝玩乐，应该是不是让他们有一些更正确的想法，让他们呢想要去为自己或为这一个环境多做一点点事情。年轻人，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关键只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做。所以孩子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一起改变这个社会。希望你们也把爱传出去，一起参加 DFC。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土地尽一点心力，未来的希望就在你手上，台湾一定会更好，世界一定会更好。所以我们一起来支持这个活动，孩子行动，世界才会大不同。DFC Design for Change， 热血分子，相信自己。台湾。So the spirit of Design for Change, simple. That you're not helpless, change is possible, and you can drive it. Yes, you can.So imagine the difference it would make if you said, I can, instead of can I. I 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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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s, we can.